最近这么诈骗的手法啊，这一挂出头真正有够侪。立委在自己行政院是有成立这怕诈骗的国家队，啊，不过对着要安那来做起诈骗，防止诈骗是无实际执行的意思，真正是真怕应付。所以呼吁政府应该爱做到源头的管理，预防民众何者骗去。根据无见面朋友透过简讯互相加赖，希望重新阁联络，这是新形态诈骗手法，和平将误会是真诶都被骗。最近诈骗手法是真侪，前三名分别是假交友投资诈欺、解除分期付款的诈欺。信用卡交易，消费了多少钱等等，他都会取得你相关的资料，然后告诉你说，你哦，是因我们是商家，那因为我们哦这个系统设定错误，所以可能会让你哦就是哦被扣款扣了数十次，那所以请你去 ATM 哦去把它解除分期付款，那这个就是诈欺。虽然政府自2016年以来成立打击诈欺犯罪中心，今年行政阁召集跨部会成立打诈国家队，按个立委所发现诈骗的案件，和平将在损的金额依然是真高，显示生活周围诈骗手法是真猖狂。56.1亿的这个财损金额，但是最后只能查到6.2亿，所以这就代表什么？杀头的生意一定有人做嘛。针对行政院颁布新世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，因为发现政府对做诈躲诈无实际便利执行预算，无法度应对新型的诈骗。要主诈哈，但是哈，我们看看这个预算的这个编制上面，好，这个预算的编制上面却出了一个大漏洞。赌诈跟主诈的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却没有看到这个预算的这个编制的因应。确实哦，这个警政署我们这边确实做的还不够哈。因为呼吁政府应该做到源头管理，预防诈骗，严加查缉，迅速救援，加强跨部会方向联络，避免更多民众受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